今天我们直接请到了，他是新贵公司的董事长，而且我在那个工商时报看他的业绩，今年成长580几%，我一看说这不是我的朋友吗？所以就把他找来。那你到底有什么畅销商品？最重要的是你一定用得到，就不相信有人用不到。跟你说，我现在都用他的产品，为什么呢？刚刚我已经算过了，很多的妈妈会觉得说，哎，洗衣精来总算拿这个品种。这么一包跟这么一包，我直接破解大家的问题，会觉得说安倍这颗比较划算，他买这个呢就一颗不是很划算，里面大概就是长这样，有的是圆的，有的是熊的形状。可是我们刚刚也算过，比如说我们用定价算，你看279，然后大概用几次呢？你每次可能用个一次用50克啦，你没有办法倒得很准，大概用30次。那这个呢，虽然是小包，那你会觉得一定要买大包吗？其实如果数学好，绝对不是。里面呢也是有24颗，可以洗24次。有时候这个一不小心一倒哈，就倒了2倍，所以洗的次数差不多。那你有没有觉得，如果你家是像我家这样，要到超级市场要走2公里，请问你要提这个还是提这个？尤其是如果有人送到家，占的空间它真的小很多，那这个东西就妙了。为了省成本，然后后来发现说，哎，这样也很环保啊。他发明了一个专利的胶膜，这样就可以洗那个14公斤的衣服。对，一个就够。里面的它是浓缩衣的，那这边是含水量比较多。你知道为什么浓缩？是，而且这个的技术现在很多的美国啊、日本啊，大家都来取经，因为他们申请了国际专利。我们让里面的液体溶不出来，所以在这个膜上面其实是我们有分内外层。所以这就是台湾专利的技术。哎，我们也曾经卖过丹麦的天然酵素洗洁精，3瓶呢就卖1000块，还是有人买哦。对。可是呢，董事长就说他是很羡慕的，可是他的 CP 值比较高，大概至少3倍吧。尤其在我们这里，他卖的非常非常便宜。这个我家现在到处都是，就是浴室1瓶，马桶布巾1瓶。洗手台1瓶，它其实就算喷到手也没关系。对，我们这个系列都是中型，都是外面。哇，外面219，我们才卖100出头哦，129。这次有一些新产品，来介绍一下。就是他这是在华航上面卖，因为整个华航的采取他们的清洁用品在清洁机舱，达到那个最高的这个环保标准。这深山岛的其实就是用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台湾的这些原生种的植物，这个花都是我们就地取材，跟地方农会的。比如说像、这个、真正的是有花提取，不是说只是加了花的香精，请你就试试看，因为它的品质是相当优秀的，而且很大只啊、这个我们的配方做的这个绵密，对，它味道很舒服，它不是护手霜最讨厌就是划不开，对，绵密，它这个很快速的吸收。哎，它真的是天然的花的香味，对，很香精味。还有一种东西有，我前不久用大为惊艳，也是这个深山老红系列的海洋深层水的洗发精、沐浴精，还有快木精油的，也是真的有，真的有放彩快木精油哦，真的有放精油。那个一瓶在成品350块左右，很受欢迎。可是它上次在我们这里好像卖到不到200多。所以你是看750，这里没有，但是它没关系，我们可以用 insert 进来哈，就是很沙，而且它的品质我觉得跟成品的那个 A 牌一样好。在你若买 A 牌，买750，大概2000块，我们多少免运？968，有没有够诚意？那最便宜的清净海就在这，还有我最喜欢的水，我的水，对，录音室，我跟你讲，不是每天灌，因为我是一个很懒惰的，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水挺好喝，是一种叫做去钠水，对，因为我以前也得过肾脏炎，所以我知道，还有高血压，所以我知道钠对我没啥好处，而且里面又有镁是安定神经的，没错，美术馆，对，没错。所以我很理解他的水是干嘛，为了支持我们的花东，让像我这样子的人觉得自己喝的水很棒。好，那么900多块就免运，你可以买一大堆东西，请你看资讯来连接。谢谢罗董事长，祝你明年再多500杯。谢谢。